好似好矮咁添。Hello，Hello， 我你行前啲咪高啲，我行后啲咪瘦啲又可以。Perfect 啊 ，Perfect 啊 ，Hello，Hello， 有冇人啊？有冇人啊？今日 Happy Friday， 呢排好忙，因为有新课，下个礼拜会有新课，搞紧啲新课上市。咁今日我哋讲咩咧？就系呢几日好多人睇我哋。七月啦，有伏地魔。已经系啦，已经早几日已经系啦，伏地魔已经嚟啦。你话系台湾叫咩话？阿飘，阿飘，我就嗌佢伏地魔。我嗰个名唔讲得，唔好讲，好惊，一讲就好惊嘅。咁好多人都话有唔好去夜街啦，咁唔好黐长鞋。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好多禁忌系咪啊？嗱，即系仲有啲乜嘢啊？你平时七月唔做咩噶？我哋知由細到大，我媽都叫我唔好靠牆行咯。我哋知話唔好去夜街咯，行中間添。好啦，咁我哋仲有一個咧，仲有啲草本咧，其實喺美國啊或者咧印尼安人嗰邊咧係會用嘅，或者其實好多中國都有，中國都有啊，希臘都有艾草啊，中國係用艾草嘅，所以成日咧燒艾咧，其實可以撇嗰啲蟲之外咧，另外佢個熱力咧亦都可以分一啲菌嘅。聽聞呢一排呢啲菌勁咧，啲人都可以分啲艾草啊、鼠尾草，同埋其實頭先講話中國除咗用艾草，佢都用埋 yarrow 嗰只 yarrow 蟲，係啊，佢都有用。雪蟲啦，仲有一個 sweet grass 甜草，好好靚同埋好綠嘅，佢嗰只草係要綠啲嗰只嚟嘅。冇錯，其實都仲有其他，不過比較多人，我覺得應該係鼠尾草。我哋咧見過坊間，仲有呢一秘魯聖木都有人用開嘅。我都有點開啦。咁呢一個咧，我就覺得佢啲煙唔大，所以我唔中意佢，我同埋啲味唔大，我中意熏有火啊有煙。咁呢一個咧，我就嫌佢咧做咩咧？啲人都會買嚟用，或者係細細棵燒嘅。咁我就覺得，啲味唔夠 strong， 我就中意用粉 brand 去做粉，同埋易燒啲。係啊，易燒啲，同埋啲味啊，啲味好強嘅。咁我哋其實仲有多產品係鼠尾草嘅。咁鼠尾草嘅產品一定要大家一定要買嘅就係咩咧？呢一個 Space Clearing。冇錯。咁呢個其實鼠尾草喺入邊咧，佢個名都凸顯咗噶啦，佢就係淨化呢個空間啦。同埋你可以即係頭先咁樣話燒鼠尾草咧，咁但係你又冇理由出街即係攞。即係雖然我睇戲咧，佢有一套笑片係真係話有個八婆講嘢好難聽。分佢，或者老細。咁但係你唔可以出街，真係無啦啦攞住一執嘢咁喺度燒，跟住一路行。或者 office 嗰度，又或者有你手度，我想冒出嚟噴一噴。點解警察就話你做咩有呢個打火機同埋啲草喺度？我就嚟燒。好驚啊！咁呢一個咧就係比較方便啲，同埋咧多人用嘅。如果你玩七蟲啊，或者玩瑜伽咧，通常都會噴下個瑜伽席啊，等你個心靈舒服一點。但其實最重要，我覺得鼠尾草佢係即係大家點解相信佢個功效咧？就因為佢可以驅走一啲不潔嘅氣場啦。即係有啲人話佢係可以改運添嘅。係。或者是每一日噴一噴，等你淨化個心靈。咁佢仲有鼠尾，除咗鼠尾草，仲有檸檬、茶樹咁樣個薰衣草，舒服嘅呢一個係啦。係，咁同埋我覺得呢個好方便咯，即係如果你收工或者點樣夜媽媽。其實佢仲同埋佢最好咧，佢呢一個特別啲，佢有個 full moon blessing 嘅，係有個祭司去做一個儀式。係啦，咁其實個能量咧會再強啲嘅，咁就熬下佢啦，咁就噴啦。同埋佢有水晶喺入邊啊！喺入邊有水晶，能量好強嘅，係啦。我見到好多玩瑜伽嘅客人咧係會買嘅。阿 Faith 問我哋個粉喺邊度買嘅，你可以將啲鼠尾草咧打碎佢，用 blender 打碎佢都得嘅，係啦。咁就麻煩啲，但係我覺得個味重啲㗎，係啊。咁除咗話噴之外咧，有啲咩可以在自己的身上面都可以用到，長期都保持住一個鼠尾草的味道呢？我都喜歡這一支 body lotion， 這支 body lotion 有鼠尾草和薰衣草，還有呢、這個 Labuga 這個系列的 body lotion 可以做hand cream 的，現在經常洗手嘛，那就噴嘛。還有它是很快吸收，很水大的，帶水分重一點。我覺得它那個薰衣草的味道重一點的，係，我今日啱啱都查過，我覺得呢個味都幾舒服。咁就可以 body 全日都鼠尾草噶啦，係啦呢一個。咁除咗身啊或者係手之外咧，咁仲有啲咩咧？我哋咧，如果頭方面咧，我哋 Yarwood 呢一隻勁啦，喺個頭
fit your shine 喺個髮尾度咧，或者係咧你做一個 treatment 啦，可以做一個鼠尾草一個淨化，同埋喺個頭度已經有呢一個能鼠尾草嘅味喺度。我又話你喺夜晚咧咁樣一夜撥，跟住就飛開曬啲嘢。佛地魔係咪？咁所以就可以係啦。如果頭髮就嗰、那個，但如果面咧，面咧我哋有一個咧 ，George 其實 George Wolfsburg 成條 line 咧全線都有鼠尾草。我中意呢一個 Active Syrup 喺面度，喺面度好好，或者佢嗰個 Hydration Mask 呢一個都有個鼠尾草嘅系列喺度嘅。冇錯。Body lotion 係叫 Labugets 嘅，睇唔睇到 ？Labugets 佢係好快吸收嘅，佢係一個瑞典品牌。同埋我覺得呢個個味咧，佢聞落去其實我唔知係咪因為薰衣草咧，佢即係呢一隻 lotion 啊，佢係有幫助瞓覺，我覺得。係啊，同埋你可以深度瞓覺咧，呢、這個我覺得夜晚好安睡，安睡寶寶呢個都瞓得嘅。咁仲有其實 Maya Chia 裏邊都有個鼠尾草嘅味道喺度噶，加咗喺度噶。咁呢個係奇亞籽啊，雖然佢係 cleansing oil 啊，但係佢有三種效用嘅。係啊，佢可以搽面，可以當一個face serum， 大肚可以搽肚，或者你屋企而家好多人玩水晶刮刮刮，呢、這、一個都可以做刮刮刮嘅水晶嘅底。咁呢個 Maya Chia 嘅味咧，我覺得佢就 fruity 啲嘅 ，fruity 啲嘅味咯。呢、這個會薄身過 George Rosebud。George Rosebud 呢個再厚身少少，如果你係需要到吸瓶嘅話咧，呢、這個我都覺得唔錯，冇咁快吸曬，同埋敏感肌呢個必用嘅。咁好多敏感啊、濕疹啊嗰啲咧，咁所以鼠尾草其實係好 common 一樣嘢啦，同埋其實喺我哋生活上都可以用到嘅，唔使諗到話咁周圍買，淨係七月先買扎，係啊。咁其實平時都可以用鼠尾草呢樣嘢。鼠尾草係邊個星座用啊？記唔記得？我哋睇下先。我是不記得的我必須要承認我是不記得我是不記得鼠尾草也有一個合賣它是鼠尾草它是處女座、山羊和水瓶其實它是做一些日常清潔都是可以的但是當然在這些特別的時候日是日子這些日這個月份啦大家都可以用的時間比較多一點啦其實是家裡可以噴即你是可能在不同的角落位、啊、又或者在、自己身上可以噴因為它我覺得這個比較即個用途比較多方面它可以噴枕頭啦噴 pillow 啦還有噴一些 blanket、啊、或者你的公仔做一個淨化或者你的電話呢經常打來的不知道什麼誰打來啊什麼國安不知道、水務署警務署不知道打來的時候你可以噴一噴一下他現在經常都有些 scam 的電話是沒錯又說什麼、他經常都看著、他經常都看著我是順風打來的又叫我去入境事務署噴一下他先咦近來真的少了那些電話、啊、真的、啊、這一陣子就可以是啦今晚我們會有一個、新的 email 給大家一個 summer sale 來的大家就可以呢擺一些鼠尾草的產品會有折扣啦還有買夠、一定的產品呢我們有東西送的我拿出來先是我們是有兩個的第一個呢就是 Namari 的那個、產品 Namari 是哪一個呢 Stop 來的這個先落飄飄但是就 50ml 接著另外這個就是Lilani 的 Bless 來的是的它很香的它可以做它有一個藍艾菊在裡面的可以也是拿來做一個按摩或者是刮痧都可以的還有山茶花是的它山茶花很香的可以擦嘴啦擦手啦個 hand bump 一餐其實大家 feel 都入了秋的了那這兩個是個 summer sale 會送給大家的會做四日的那就買滿這個1000元就有九折咁就1800元咧就會有15%嘅，咁有啲品牌係唔用得噶啦，咁每一次都係嗰啲，都係嗰啲啦，係啊係啊，大家都清楚。但我居然唔記得咗講，我哋仲有啲咩有鼠尾草係可以擺喺屋企用嘅、啊，即係我覺得而家食飯一定要用啊。係啦，呢一個咧 ，lemon grass 裏邊其中一個鼠尾草嘅 candle， 俾大家睇，佢呢個好靚嘅，其實佢個包裝誒，依家所有蠟燭都係做緊八折嘅，係啦。咁跟住咧，咁佢入邊就係、是、其實佢好好噶，呢、這個成個包裝都，咁佢就入邊係一個呢個燒咗80個鐘嘅，咁同埋咧，如果你驚燒呢啲嘢好煩咧，有嗰啲灰，咁呢個會啱啲嘅，同埋你打邊爐咧屋企，或者你屋企玩寒燒咧，佢哋話撇味係最快就係 candle。
最快最快最快好過你噴其他嘢，呢、這個係會 burn 咗啲咧 bad odor， 就係啲臭味啦。咁、呢個係燒到80個鐘，同埋呢個係燒得好靚仔嘅。佢呢、這個個冇嗰啲石油副產品啊，係啊，你唔會聞得多咧，唔會中毒啊，唔使驚中毒啊，有因為有重金屬嘅，其實令係啊，嗰條引啊，嗰條引會有重嗰條 wick 呢條 wick wick。這個呢個其實佢嗰、那個嗰條引係擺得勁靚，係啊，係正中間嘅呢條引係，唔驚佢燒到打斜打歪。咁呢個就可以平時擺喺屋企 burn 下佢，個心都定啲。係啦，咁但係呢一個咧，咁就如果淨係鼠尾草嘅味道咧，咁就得翻唔多嘅啫，好似兩件嘅就得翻最後兩件到啦。係啦，咁就依家就買就有八折啦，咁所以可以大家睇埋。咁其實仲有好多唔同味道嘅，唔一定係話淨係鼠尾草。咁但係如果你想屋企又香啲，又可以同時間做到。即係呢個月份可以安心啲瞓覺，又瞓得舒服啲咧，咁你就可以考慮呢一個味道啦。係啊，早啲翻屋企啊，唔好咁夜啊，早啲翻屋企啊，女好驚㗎，係啊，係啊，開始啲姨姨喺度燒嘢㗎啦，好驚！我見到啲燒姨就開始好驚啦。咁係啦，就俾大家睇下，咁可以我哋一陣會落翻 link 嘅，咁可以再 click 翻條 link 睇下有啲咩重温翻啦啦嘅 item。咁咦，body lotion 頭先講咗啦，覆咗啦，覆咗啦，唔該你啊 ，Faith，hello Faith。Thank you， 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下個禮拜希望翻得齊，因為啲 shipping 而家搞到好亂同埋好貴，所以我都有幾晚瞓唔著，好慘啊！瞓唔著唔通。好，拜拜，拜拜，拜拜。